官仲未嚟嘅。寻晚黑佢哋都好地地噶，点解会？细玉啊，器官佢到底发生咗咩事啊？冇啊，佢一定系匿埋一边，自己静思作战策略嘅啫，唔使担心。呢哥哥一定食住通电话，你快啲揾人揾翻佢。师傅，师傅。细玉，就嚟到你比赛嘅啦，集中精神，其实乜都唔使嚟嘅。当然啊。你快啲揾多个人同佢倾倾，希望细佬打完呢一个之前揾到佢。哦，我哋都去。吓吓，我哋去。你知唔知啊？琴晚器官见到细佬去揾你啊，佢可能为咗你同细佬有啲乜乜乜啊？咩话？器官到底系认真噶，而家净系得你揾到佢翻嚟，知唔知？永春，比赛就开始啦，你仲去边啊？爹啊！坐翻埋嚟。爹啊，我有啲紧要事要去做噶。你听唔到阿爹讲嘅咩？快啲翻嚟。事关重大，一定要去啊！永春，你，咦？少爷，少爷，洪少爷，洪少爷，起官，起官啦，起官啦，洪少爷。器官，通天书院，韩千峰。对，瓶花书院，方世玉。杀！方世玉，系通天书院啊，定系瓶花书院啊？系啦。翻过龙天，开始。瓶花书院，方世玉赢。啊！对唔住啊，对唔住。洪器官啊，洪器官，你真系天下第一大傻瓜。你走咗去边啊？洪器官，你快啲同我落嚟。你坐上边算咩英雄啊？你做咩唔讲嘢啊？我唔系咩英雄。
亦都做唔到咩英雄。你讲咩话？你唔系应承过我喺共生市度要全力以赴嘅咩？你系咪以为我同细佬做啲咩唔见得人嘅事？呢度嘢我理唔到。荒谬，荒谬！细佬嘅娘亲系我金兰姊妹啊，我系佢阿姨啊。亲眼见到你同细玉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我当我姚明春是什么人啊？不打咪不打咯，我不会再求你的，就等我嫁入雷家，我死一世，死唔眼闭算啊！你要嫁入雷家？我的我嫁俾人王，已经讲好咗。如果佢考到共生，我就一定要嫁俾佢。细玉嚟找我，就是为了呢件事。你真是个傻瓜，真是蠢材啊！你不是应承过我要好好地应付这次比试的吗？这件是关乎你未来的大事啊，你为什么要放弃他啊？你为什么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知啫？要你为了一个不敢不要的的女人打生打死，本来就是不应该的事理，但是你都该为自己打算。我要讲的已经讲完，你自己想想。这里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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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处都不行啊。细玉啊，那个姓洪的出手好重啊。信老爷金骨壮阔，如果不是细玉自杀是肉体中震荡寿眉长的了。喂，是的，你那个好像儿子前又不是几次儿子前的儿子前，你跟哪个学的？你咯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嗯。咩？我好像不是几识喎。哎呀，八姐好痛啊。最后一局，通天雷人王对琼花红器官。器官唔会真係唔嚟㗎嘛。红器官如果再不出战，就当自动弃权。通天书院赢了这局。红器官他是怕死了，他不会来的了。最后一局，请问红器官临时有事，这局由我代他出战。请问红器官临时有事，这局由我代他出战。请问红器官临时有事，这局由我代他出战。请问红器官没事，这局由我自己出战。又是我教的嘛。哎，老豆几
时啊，我买边眼啊，我买啊。好慢啊，都成屋啊，唔使一二三噶，三二一都得噶。有咩咁开心？打够未？咩工啊？我就呃我啦，变化白太你阿公知唱嘅，喺边啊？趴街全部系我工，今次共生杭州代表瓊花書院勝出，方世玉、洪熙官、胡慧乾、盧秋、張敬生，下月十五上京面聖。即系见皇帝啊！见皇帝啊！皇帝又买咗件新衫，冇衫着。我话咗你捉我唔到就捉我唔到嘅咧，系咪啊？真系点啊？姚老爷会唔会啊？系啊，我啱啱见到老爷。系啲演料咧，话我知你坐喺度噶。系咩？真系喎！哎呀，真系很得意啊！仲笑？你仲笑？你仲笑？你真系好过分啊！你就咁撇低我一个人放假唔理我。好啊，今次翻嚟你又唔见我喎、啊？如果唔系神要出几招啊，我露出马脚，我真系唔知道，可能一世都见唔到你啦，系咪？而家咪见到你咯，真系！哎呀，翠花，睇你个样子，气色又好喎、啊，面色又红润喎、啊，哈！你老公一定对你好好，系咪咧？唉，都唔知佢系我老豆定系你系我老豆啊！成日演我嘅，一啲自由都冇嘅。诶，我就系中意佢咁嘅人品，咁我先将你嫁俾佢噶嘛。你咪唔中意啊？我叫休你啊！唔系啊，唔系啊，佢份人咧虽然啰嗦啲，不过咧佢系好型一个。梗系啦，做老豆嘅咧唔会将个老糟质嘅，系咪先？一睇到佢样，哇吓，过咗咁耐个仔都咁大啦，都唔似个老母样嘅。你冇笑我吓，话是话，今次你翻嚟啊，我系一啲唔会俾你走噶啦。系，你老豆我咧，你最中意咧
就云游四海，做只闲云野鹤嘅。你唔系啊嘛？我老父你咁多年未见，你就拿走，你系咪过分啲啊？好啦好啦，我就诶唔得啦，方德唔掂啦，你咪唔好见佢咯。你话噶，如果我见到方德咧，我即刻撩。翻屋企啊嘛，呢边啦，行啦。我花姐啲药食咗未啊？食咗啦。我仲喝住你啊，想叫你唔使食。我有只药俾你食，担保你即刻好翻。咩药嚟噶？好大粒下，唔知道你吞唔吞得落。你带出嚟啦。嗱，我都话你即刻好翻啦，嗱，唔阻你食药啦，我吞得几多得几多啦。多事啊！你唔想我入去坐啊？哦，系呢边啊。吴姑娘，请呢度啊。你嘅伤点啊？我食咗方夫人啲药之后咧，好好多噶啦。多谢吴姑娘关心。多谢我咩？如果唔系你将真相讲俾我听啊，依家真系唔知点收科啊。有咩好多谢啊？如果唔系你打赢咗。咁我就要嫁俾雷人王啦。嗰、那个雷人王啊，正一衰人嚟噶，心术不正。如果你嫁俾佢，一定冇好日子过噶。点解你会对我咁好嘅？如果系我提亲嘅，系个好好嘅男人，你又会点啊？傻瓜！我有时真系几傻噶。系啊，如果唔系，点会成日拎住把烂遮？仲为咗嗰把烂遮，差啲将人哋打到半死。好似你咁嘅傻瓜，我都系第一次遇到啫。对唔住啊，我咧出咗工前咧，我会买个把新嘅俾你噶。唔使，嗰把烂遮先至有纪念价值啊。点解啊？如果唔系佢，我永远都唔知道人系咁着紧我。严姑娘。我要走了，如果不是阿爹又闹我了。你不坐一阵先。哎，记住啊，在落雨那阵，你不要再用那把烂遮来遮我啊。当然啦，当然啦，我真的买把新的遮给你啊。出太阳的时候呢，我帮你遮太阳，落雨呢，就帮你挡雨，好不好？擦，好大雨啊。好猛太阳啊！嚓，好大雨啊！哦，好猛太阳啊！偷听啊！我发誓我冇偷听。咁点知啊？我偷睇咋嘛！嚓，好大雨啊！花姐嚟开亲，拍下前辈，就唔快啲叫外公？真系我外公？快得啲，我同你一见如故啦！讲多无谓，即刻做嘢。真系话冚耐啊嘛？喂！你话过啊，如果我系你外公咧，你整啲冚头埋豆腐死咗佢嘅咩？讲过啊我，讲过唔认系咪咧？啊冚啊冚啊！我真系想要你冚咩？你试下你啫嘛。真系冚咩？我扮下嘢啫嘛。哇！佢话等得几有型啊，指足我啊真系。喂，细佬，哇！你俾人咧就打到吊胆离干噶嘛，而家跳嚟跳去你跌打噶？诶，我饮咗本啊，仲难饮过屎水嘅药。冇错。喂。冇乜所谓屎水嘅药，系我教你娘亲煲嘅咩？都话苦口啦，真系良药嚟噶，多谢外公。喂，严学堂，你个招天花法打教我一招，已经将雷人王打到废武功，几时教埋我嗰七招先？哎呀，见你咧话打得咁有型、咁标准、咁有风采咧，阿公一定将成套天花法打教你嘅。错点计啊，公？哎呀，两公司冇计。讲完未啊？到你。你真系太过分啦，爹！咁多年你都唔教我一套拳法。喂，你嗰啲德性啊，我早就知啦。吓、啊，如果我教多你两招啊，你一定搞到个方老德啊，逼到埋厕所啊你。我都唔知你讲乜啊，咁多年嚟，我简直系持家有毒。
善良淑德。系啦，相夫教子，吓咗辅导。哎呀，相夫教子有冇你份啊？激死老公，纵子行凶就有你份。嗱，外公，我讲句公道说话啦，我哋阿德哥虽然话系一板一眼嘅，但系咧同我哋阿花姐咧，可以称得上系一对羡煞旁人嘅相思雀嚟噶。听到未啊？听到未啊，爹？嗱，都系个仔。明白事理，公道自在人心。你啊，以后我孙啊，读多学习啊。一担担啊，两个三担担，咁难得三代同堂，饮唔饮得啊？哎呀，早想听你呢句啦！你外公啊，最叻嘅饮酒。怪得知细玉咁饮得啦，原来尽得外公真传。咁我睇你酒量到边度啦？喂，你唔试我酒量都要试下我摆万花楼嗰支十八年女二号。喂，讲多无谓。吓，细玉，细玉啊！岳父大人，我嚟睇。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，阿公，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，阿公，阿公，好地地做咩走咗去咧？你阿爹咧吓走咗我阿爹。喂，外公啲咁嘅绝世高人都吓得走阿爹，阿爹果然可怕，阿爹。乱讲，其实我都唔明白，点解岳父大人一见到我就要走嘅咧？唉，佢真系惊咧，一见到你就又话休咗我啊嘛。翠花，点解你都咁谂咧？吓，系啦，阿爹点会休咗你咧？可能我时间冇到啦，或者咪做个好妻子嘅责任咯。咁咪啊，翠花，你同我咁多年嘅夫妻，我对你系点嘅，你会唔知道咩？冇错，你平时系任性咗一啲，粗野咗一啲，但系我能够同你有白头之约，亦算系我呢一生人最高兴嘅事。更何况生咗一个又睇得又打得嘅慈姑定，咩苦道都尽晒啦，系咪？笑翻啦，系啦，爹。点解你又咁想见外公啫？我只不过系想留低个老人家，好好侍奉佢老人家，多谢佢将佢个女嫁俾我。真嘅？哎呀，德哥出名老实人嚟嘛，唔会讲大话嘅。老爷，但系咧，或者佢走咗，都唔知几时又再翻嚟嘅喎。外公点会舍得个乖孙啦？放心啦，好快会翻。希望系咁啦。唔紧要啦，搵唔到就算，唔理点都好，我哋细玉啊，都算考到武贡生吓，令到我哋方家好高兴。呢两日我就放你哋两日假出去玩下啦。真系。咁就包佢成等万花楼咯，饮嘅廿三只，不醉无归啊！高兴还高兴啊，唔好玩到忘晒形。知道。仔，你阿爹真系老咗啦喎！我记得以前细个嗰阵咧，佢闹我把声仲响过行雷啊，而家净系暗暗沉沉咁，暗沉沉咁。我谂佢真系老咗。好啦，冇讲咁多。你饮完之后咧，就快啲翻嚟陪佢啦。好啊，大哥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而能定，定而能静，静而能安，安而能虑。再讲一次啊！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而能定，定而能静。早晨，早晨，班夫子早晨，早晨。琼花书院不负众望，终于考到贡生。咏春同南心四嘅姊妹嚟履行诺言噶，唔知欢唔欢迎我哋咧？欢迎。
都系今日先知道咋。估唔到老夫多年嘅苦心教父啊，都比唔上呢班女仔。早知系咁啊，点解早啲请你嚟？老夫啊，都要悭翻啲气咯。唉，休息啦。好啦，冇人睇你啦，几廿岁你扯咁尽傻咩啫？唞下啦，啊，器官就好啦。诶，系啊，有人斟茶递水，咪系睇到我酸溜溜添。咁你唔想有个女朋友咩？嗱，叫女朋友嚟做咩啫？有花姐乜都够。有女朋友好啊，在你心情烦躁的时候可以听你诉苦。花姐得啊，当你练功辛苦可以帮你洗衫煮饭。花姐可以啊，当你辛苦了一日她还可以帮你全身按摩。花姐好掂啊，当你想点点点的时候她可以点点点点点啊。点啫？点啊？口唔口渴啫？斟杯水你喝啊。好啊，胡公子你要不要喝茶？哦，唔该。你真的好英雄啊。英咩雄啊，我受重伤。唔你唔怕挫败，勇往直前，你仲百折不挠嘅精神先系真真正正嘅英雄啊。真嘅？嗯。我哋去嗰边倾下啊。真係世风日下，试下年轻男女正你懂得拍拖唱歌，国家大事佢哋知得几多。唉，日后琼花三合都变返个琼花大合一个啦。雷夫人，恕老夫无能为力了，雷少爷两只脚的筋骨已经断了，就算以后能够医翻好，我看都是不可以习武了。咩话？又是容易？哼，快拉拉啦！什么？叔父，我不想变成这样啊，你两个救我，救我啊，你一定要救我啊。冯世勇，你毁了人亡，我雷老虎一定要报这个仇。雷老爷大驾光临，请坐，请坐。方世玉个仇小子在哪里？小儿有事出了去，不知道雷老爷你有何贵干？哼，不要炸低了，叫你那只狗杂种懒出来。他真的不在这里，是不是世玉又有什么地方得罪了雷老爷？哼，你那只狗杂种重伤了我的侄人王，今天我要好好地跟你算这笔账。雷老爷，当日是令侄偷袭器官，世玉一时情急误伤了令侄，而且擂台比武拳脚冇眼。雷老爷，如果你要追究嘅，不如方某赔翻医药费啊。老爷，你以为赔翻几个臭钱，人王就可以有翻武功咧？哼，等我将你打到四肢残废，再赔钱俾你，系咪可以嚟个一笔勾销？老爷，老爷，我大兄，雷老爷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有事慢慢商量。咁你嘅意思，即系话我雷老虎唔系君子啊？老虎，有啊！雷老虎，佢哋嚟德高望重，胡家老爷手摸全言，你都打，你怕唔怕丑啊你？哼！方家全部都是卑鄙小人，我做咩要同你哋讲道理？翠花，话俾你嗰只狗杂种听，我雷老虎要向佢挑战，佢赔嘅唔系钱，系命。老爷，老爷，我就撕佢老虎皮，插佢老虎骨，剥佢老虎牙，咩事干啊？
封杀咗个爹都敢打？方师，你知唔知道雷老虎嘅武功有几厉害？唔通你真系想佢送死啊？梗系佢出手打你在先喎，德哥，与人无尤，打死无怨嘅呢啲叫做你。老爷老爷，我打听过啦，系雷家呢个月请晒全城嘅名医，都医唔好雷人龙嘅伤啊，佢伤得好重啊，系佢以后连行路都唔得啊。冇咯，你睇下你，又惹出啲咩麻烦啊？嗰个雷老虎一直是雷王，系自己亲生仔咁样嘅，今次细佬将佢打成咁重伤，佢一定唔会放过细佬嘅。佢叫做雷老虎，唔系真系老虎嚟。佢有虎牙，你叫佢嚟咬咬，睇咬唔咬入嚟。仔啊，今次唔系讲笑啊！雷老虎佢天生神嚟，佢嗰度开山王虎拳好得人惊嘅，就算阿良都未必十足人佢，何况你啊？呢一仗唔可以打嘅。佢哋讲啱，今次唔系讲笑，士可杀不可辱啊！我系俾你踩扁都唔咦一声啊！而家系乜嘢时候啊？你竟然仲要强出头？都唔系我出手啊！受重伤嗰系洪熙官阿爹，佢系自食其果，自己害自己啫。知咧，我就唔俾你同雷老虎打，呢个系我讲嘅。老爷，老爷，雷老虎佢系易请难送啊！我哋应该点做好啊？吓，你话唔通我哋真系大祸临头啊？冤家宜解，不宜结。我睇仲系揾一位德高人士嚟做和事佬，了结咗呢场恩怨算啦。冇错，而我都好嘅。总言之，细佬绝对唔可以出呢一场战。阿姐，嗱，咁冇面嘅嘢咧，方世庸唔做，你教我嘅。做男人要顶天立地噶嘛。我一教你，大丈夫难屈难伸，听到未啊？老爷就咁做啦。陶大学士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坐。陶大学士，光临寒舍有咩贵干啊？雷老爷，实不相瞒啊，老夫今次为咗方世玉同令仔嘅事而嚟嘅。陶大学士，系方德请你嚟嘅系咪？雷老爷，老夫都听讲过你同方世玉之间嘅事，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老夫希望你哋两家能够以和为贵，化干戈为玉吧。人王被方世玉打到咁伤，以后唔可以再练武，佢岂不事前途尽毁？呢笔债揾边个嚟还啊？冇错，方世玉系出手过重，但系令侄佢偷袭在先，亦有唔啱嘅地方。方老爷同我商量过啦，令侄嘅医药费由佢支付。另外，佢仲会摆酒，叫方世玉当众向雷老爷你亲自赔罪，希望雷老爷你高抬贵手，既往不咎啊！荒谬！人王所受嘅痛苦咁容易一笔勾销啊！哼，成方嗰个小子三番四次同我雷老虎作对，我仲放过佢？哼，我就唔系雷老虎！雷老爷，嗰啲区区晚辈。你何必同佢哋斤斤计较呢？你究竟想佢点样做，只可以原谅佢嘅咩？哼，好啊，就叫佢喺背脊写悔和书，游街三日示众，仲要向人王连扣49个响头，或者我都会考虑考虑。咁就未免过分咗啲啩？方世玉虽然有错，但系共生比试，拳来脚往，有伤亦难免嘅。更何况人王佢，雷老爷，凡事都应该讲下道理嘅。哼，唔好教训我，我嘅拳头就系道理。废话少讲，唔送。睇住，翻去同方德讲，人王嘅事我系唔会就咁算数。七日之后。我就在擂台上攞方世玉条命，哼，睇佢两脚一伸，定系嚟个残废。嗱，方老爷，请恕老夫实在无能为力，有负所托啊。低人言重啦，
方得连累大人受伤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。唉，真是估不到雷老夫这个人蛮不讲理，连一点面都不给老夫，真是可恶。是啊，他啊真是蛮不讲理的，所以城里面有很多人都很怕他的。啊，雷老夫总要我来传话，七日后他在街上摆下擂台，要同细玉做个了断。我睇要尽早早准备。啊，系啦，老夫要告辞啦，希望你哋好自为之啦。多谢大人，方言宋大人。好啊，咁得啦。既然佢敬酒唔饮饮罚酒，唔使嘥时间啦，同佢喺擂台上面见啦。你如果再提擂台两个字，我就打翻你对脚。细玉啊，从来都冇人敢同雷老虎决斗嘅，佢想攞你命，你更加唔去得。系啊。好恨不吃眼前亏，但是他战书都下埋，不是我做缩头乌龟是吧？同他呢就不需要硬拼的，都有办法对付的。他呢就希望跟你打，你就偏偏不跟他打。你小过他，你不应战他都来来不和的。方夫人说得啱，他千方百计要出手，你偏不出手激死他。是咯，他逼不到你出手，你他一定会激到渣渣条咁，到时一定会七窍生烟、七红流血，然后食唔安、坐唔落、瞓唔着，经脉逆转、血气不通，等住啖啖唔上唔落，一命呜呼。咁样就唔使同佢打啦。梗系啦，娘亲讲得啱啊，我就当做睇唔到、听唔见、不抽不睬、不战不降。好啊，喂，真系好啊，真系好啊，掂啊，就咁啦，激死佢。咩事啊？老爷夫人，就少爷佢啊，唔肯食药啊！你真系冇用啊！逃烂出去！人王，你唔食药，个伤点会好呢？婶娘，我系咪以后都变成废人？我唔想变成废人啊！你救下我啦！你放心，我同你叔父商量好。你师公武功高强，医术高明，我听日就送你过去，他一定会医好你的。真的？当然啦，人王，你放心，跟你沈良疗伤，我留在这里，七日之后就将方世玉个臭小子亲手杀死，为你报这个大仇。你好好去休息下。世玉啊，你真的决定同雷老虎佢比武啊？是啊，世玉是饱读诗书的，因为跟这只蛮牛，跟这只蛮牛斗钱呢，是不是？以退为进，果然是好办法。咁系啦，方世玉啊，佢玉树临风，照相传，而且神机妙算啊，咁先系佢成功之道啊。系啊，系啊，你决定唔去，我哋就更加放心啦。诶，梗系放心啦。系啦，过两日我嚟玩个抢球比赛，大家开心下。快啲睇下我齐姑姐有咩吩咐啦！有冇人要去万花楼饮酒？我请。你找我啊？你落咗堂去边啊？我要去麦记度做帮工，一个时辰到啦。咁你帮完工，我哋可唔可以再见面啊？可以，梗系可以啊！咁我喺河边等你。明春，希君，嚟，我做一啲糕点啊，你试下。哦。好味啊！中意食多啲啊，系我自己整噶。希君。喂，咁迟啊，快啲过嚟啊！有啲咩好嘢食啊？袁小姐，系袁小姐，呢个系咏春咧自己整嘅糕点嚟噶，试下啦。哦，嚟嚟嚟，好靓啊！喂，吴哥，你整啲糕点好正啊，仲有茶添啊！咏春真系叻嘅啫。唉，真系好茶。唉，食饱啦，食饱啦。唉，今日天气好热啊，希姑娘。我哋不如去游水咯，好啊！嚟嚟嚟，喂，大人，喂，
是啊是啊，我哋都过去睇下。咦，老夫人同夫人比武喎、啊。系啊，都嚟人王报仇啊嘛，睇嚟方手呢只死梗啊。老虎即系大家啲护法做擂台，等你去喎、啊。你真能去啊？开始！风水妖仲未嚟嘅，唔通真系怕咗雷老虎？性命攸关，俾着我，你喺被窦度啊！玉皇大帝叫我都唔出嚟啊！师傅啊，听讲风水妖佢哋喺琼花书院啊！我九集组喺书院度做乜嘢？听讲话佢喺度玩咩抢波？你根本有冇谂过嚟？你幼稚嚟，激死我！死靓仔，简直就系目中无人。你越系要避我，我就越系要逼你出嚟。再来一个，好，请靠拢，我先放那么多，田姐，放多高一点，预备，一二。